另外，宜兰市的思源里在民国102年首创乡长机制，落实守望相助、治安维护。今年也持续延揽热心民众加入，甚至连七节里也跟进，开始招募乡长，一起为地方治安努力。因为乡长创立后对地方有很大帮助，所以除了思源以外，七节里也聘请乡长来帮忙。而思源里长更分享了乡长的有功事迹。像讲啊，有失智的老人吼，啊嘛是坐机车到遐，唔知通路通转的时，嘛是经过乡长啊来啊发挥这个功能，甲伊带转安尼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独居老人啊，伊就是伫内面啊，险啊小客气啊，啊倒伫涂骹，啊嘛是咱的乡长咧，去啊关心咧，甲叫救护车，甲伊送去病院啊。过来就是，咱的有一个贼啦，吼，过年到啊，贼啦较济，啊有贼啦咧，啊要去共摕物件，结果去予行长当着，啊甲问讲，伊要创啥？伊讲要修理水电，哦，结果咧，唔是，伊就是要做贼啦，所以讲啊，甲化解伊就安走的，安尼，所以讲咧，这个行长的功能啊，在这几年来咧，啊确实啊，伊发挥。伊的功能不哩大，我发觉就讲啊吼，行长确实啦吼，是每一个行内底啊吼，伊他有迄个计步线来去关心到社区的治安嘛好，环境卫生嘛好，甚至于社区的绿美化，伊嘛他透过到这个行长啊，稳稳啊来去甲民众教讲啊吼，啊那个社区绿美化，吼啊这个治安愈来会愈好。担任乡长的民众表示，虽然这是无几职，不过却能发挥守望相助、整理环境的重要功能，所以非常高兴能当乡长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嗯啊，大家都有这个，迄啰啊，阮厝边头尾嘛，变讲啊，都阮做生意的较有甲人接触，啊，就是讲诶，厝边头尾安尼，有当时啊，我若要出门，啊，就我一拜托你眼顾一下，啊，是讲诶，人嘛要出门眼顾一下，我就讲讲诶，做安尼嘛是未歹，算讲行啊个行啊，厝边头尾吼，啊，变讲。做一个联系，第一个嘛，防止小偷啊。过来，咱出门嘛免烦恼，讲做迄啰厝的遭小偷啊啥。啊，过来厝边头尾，若听到讲有人在冤家，啊，咱就紧来打电话，甲你顶讲，阮隔壁人了，翁仔某冤家，甲真好啰啊，伸手甲看一下，吼，啊，这就是讲咱家不幸安尼吼。邻里有温情，乡下有关怀，赞。因为有里长、邻长跟乡长对地方的关心照顾，相对也发挥爱心，在过年前赠送红包跟物资给弱势家庭。尤其民主派出所更是感谢大家协助治安维护，并在年节前发送传单，提醒大家注意居家防窃，预防诈骗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